台北市警方在日前接获民众报案说，信用卡在搭捷运时被偷了，而且还被盗刷。一名李姓嫌犯呢，他是以小额盗刷来规避查缉，在短时间之内刷了上万元。警方循线调阅了监视器，成功的将人逮捕。穿着黑色上衣的男子悠闲地在台北地下街逛街，背上背个大包包，是新买的。经过垃圾桶旁，还主动帮忙捡垃圾丢掉，完全就是一副标准好公民的样子。但警方发现他根本就是惯窃。这种内层基本上都背到后面这边，基本上不会拿到。插着口袋，然后你手可以抓着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放这边拿走。人挤人，民众都会特别注意保护自身财物，但还是被他找到下手机会。拿到民众信用卡之后，李姓嫌犯专挑小额食物或者是饮料盗刷，规避警方查缉。短时间之内盗刷破万元。李姓嫌犯平常居无定所，他还特地用这张卡刷了新包包，随时可以带着东西躲警察。清查盗刷地点均在台北地下街一带，盗刷方式包含免签小额感应、签单刷卡。研判犯嫌因系时常出没在台北地下街，且对附近店家相当熟悉。警方拿着他盗刷的签单明细上门，李姓嫌犯还拼命扯谎，说是一名王姓友人叫他盗刷的，朋友请他帮忙买，他只是跑腿。但追查发现，这个朋友根本不存在。警方循线逮人，依伪造文书还有侵占罪嫌移送法办。记者刘子宗、罗黎台北报道。